我想下去，从茶六中直到茶室伺候人去，别说腾讯，两星店都说过，我问你，这怎么样呢？但是我可以，你这快步，浪费时间也得查，把时间背过去。因为我都可以背过去。 对不起啊，明月姑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笑什么？滚出去！滚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明月姑娘，我向你赔罪，来来来，擦一擦吧。 对不起啊，我拿错了，我今天早上那个冰淇淋太赶了，我把袜子塞到袖子里面去了。